族、高沙族啊，嚯、哦，这些人哦，体态健壮，外貌俊俏，行为勇敢，朴实有礼、啊、非常信守承诺。这就是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哦，常常咧讲哦，硬人较惨死。哦，咱若答应人的代志，哦，拢做较到。所以咱台湾人足守信用的，无太钱那人哦，契约签搁较大本吼，伊都听我翻，对吧？马关条约签到这大本有效吗？伊讲伊迄台湾，伊迄阵啊，日本放弃啊。所以吼，甲中国人签约的时阵哦，一定爱记，爱有汉文吼，爱佮有英文，啊无嘛爱有法文，爱有德文，啊最后要吼以英文为准，哦，以德文为准，以法文为准，千万不要以汉文为准，知不知？你要拍客户的时阵爱记安尼。伊若以汉文为准哦，因为吼汉文呢，伊音干一字会使百几字嘛，对不？所以吼爱签约爱记，这伫个咱台湾踏查所记内底吼，伊讲吼，咱台湾人哦，大个所在哦，几近于一尘不染，会当甲欧洲的魔幻农场比拼啊！吼，看迄阵咱台湾人看偌清气，偌先进。你看，咱台湾人高山族，迄阵啊，咱是拢咧出草的呢，对不对？那有咧共跪的，那有在钱啊人即马讲定咧跪，哦，前几工啊去抗议，什么航空城啊，敢征收土地，因老跪啊跪有效。啊，李先德伊讲啊。是这个外国人来对吼，对台湾上了解。真啊人吼，无守信用，狡猾、贪心，这拢是因的人格特质哦。咱高沙拢无想要甲因伤交叉。啊，这个李先德哇，伊这个独言，啊因吼在讲这个热兰遮城啊。伊要看看这个城往什么做的，那才用。无因迄阵啊吼，讲甲迄个荷兰人啊，伫即来的时阵啊，郑成功讲甲拍袂落，城拆袂落，啊呐，伊到尾也是用围的嘛，甲热兰遮城吼，甲围起来，互荷兰人无饭通食，才投降的。这兰遮之盟签了吼。哦，这清国啊，嘛真欢喜嘞！想讲要甲左都灵原来要签一个约，啊，这左都灵讲哦，阮则无爱甲支那人签约，因为支那人拢无咧守信用的。左都灵派伊的两个查某囝做使者，表示绝对无要甲诈欺万端哦、无守信用的支那人缔结合约，哦，誓也与支那人哦血战到最后一人。显示这兰遮之盟哦，无适合中国人用，无甲中国人无关系哦，哦，甲支那人无关系。伊阁讲哦，中国人是查某人，我看袂起因啊，我会派我的查某囝哦去和因讲，哦，结果到尾啊派两个查某囝去和中国人讲，啊，所以迄阵啊李先德啊，因就委托英国这个建筑师啊去起。荷兰比灯塔，所以这起起来就做成英国人起的，哇！绝对唔是像支那人起的，讲啊，敢那国父纪念馆啊，翘两个马里威，哇！英国人起的就是安尼。你就那去淡水看迄红毛城啊，嘛是起安尼，哦，所以这英国人的风格就是安尼，起起来就作水的，哇！啊，其实吼，鹅卵这两字哈，是台湾族来对凡的意思啊，唔是讲干那鹅的卵啊。鹅卵伫台湾族来对哈凡的意思。啊，因为这个凡哈是安怎呢？伫个恒春的所在有一粒石头吼，生作做成凤凰的。啊，迄个所在佫特别突出，所以叫叫做鹅卵鼻，就是这粒石头。哦，这粒石头，咱来去乡村拢有看到，好无？啊，其实这粒石头吼，我伫遐做兵的时阵，我拢个叫尼克森，哦，因为伊生作甲尼克森足共款。
啊，毋过尼克森哦，是美国总统内底唯一伫个任内内底吼失职的总统。啊，失职了吼，本来是要判罪了，啊，伊个后任的总统甲赦免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吼，尼克森背叛朋友。为什么背叛朋友？伊吼伫个任内吼偷就伊辞职的总统有无？伊迄阵啊讲要乒乓外交，所以派基辛格去中国啊谈外交，啊谈一谈结果怎样？一定要有牺牲一方嘛。中华民国立邦政府这边爱甲切掉嘛，啊切掉就爱断交嘛。美国人无咧主动断交哟，美国人甲你交朋友就是朋友啊，你先断交，我再来断交。哦，美国人甲你做朋友就是朋友啊。除非开始宣战，那就断交了。所以啊，伊找无理由，通好甲中华民国断交啊。啊，毋着爱找一个理由，讲水门案。哦，因为吼，伊伫个1972年的时阵无，伫个联合国内底通过2758号决议文，讲安那排毁纳贡案，哇！2758号决议文内底安那讲。讲即日起将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嘛？哎，结果就是安怎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安怎光复啊？伊拢定甲咱骗讲台湾光复啊，其实啊，联合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光复啊，好，排毁纳贡案是吧？啊！伫个1971年的时候，1871年的时候，琉球啊，我那赶快，伫个迄个恒春的所在啊，我那触礁。啊，琉球啊，伊个渔民甲台湾族是无签契约的呢，所以啊，因触礁的时候啊，嘛是去互台湾族甲抬52个，啊12个哦逃走去，走去了吼，伊等于报日本，啊，结果日本啊。拜托，这李先德啊，带因来探查，探查了再来拍台湾。这就是迄52个船难啊，船难的船员。啊，这日本哦派华山之计，啊个俄义太郎哦来台湾探查，哦调查台湾的水文情况，啊调查完了哈。派3000外的部队来遮拍台湾族，啊！要拍台湾族的时阵吼，因李先德伊足了解台湾，伊知影讲吼，咱台湾分做足侪族，啊，足侪社，你爱联合倒位的社，啊来拍倒位的，唔免直接家己去拍，因为吼，因迄阵啊台湾族的吼，我那挖李先德因这边的人。所以你要联合这些人去打那个台湾那些人，安尼就成功啊。所以联合了吼，打赢了，日本人啊，送左西渡因迄种的吼，送因国旗，啊，搁送因牌匾，送因枪，啊，原住民接受表扬。所以迄阵啊，就是石门战役的时阵了，打赢了，啊，日本了啊，就成立台湾藩地事务所。任命西乡重道为数局的都督，啊，炸3600个拍台湾，哦，拍台湾的时阵吼，因称作牡丹社事件，啊，日本叫做台湾出兵，哦，这就是迄阵啊拍赢了哈，这个西乡哈，就是这個，啊，这左旗渡，这个意思，哦，啊，其实咱台湾哈。古早时代啊，以我查到的资料，咱台湾有28族，28族吼，真侪族拢已经无去啊。伊即马中华民国立邦政府吼，伊敢若甲你讲，咱台湾有14族，上介少嘛，还有一族不满足啊，不满足这一族哦最大，对不对？伊拢无甲这族算了。啊，咱来知影。为什么要写历史？
全世界所有历史吼，别人咧写，拢讲真诶，干那真诶人咧写历史拢假。是安怎要写历史？就是爱见往开来嘛，对不对？爱见察以往的事件嘛，啊，毋才会当开创未来。啊，你较早历史拢写假，你变哪有未来？所以真诶人诶国家注定爱灭亡，因为因诶历史拢写假，所以一定会灭亡诶，早晚俩。伊拢甲咱讲大陆，其实啦，虾米叫做大陆？大陆吼，就是比格陵兰岛较大的陆地，拢叫做大陆。啊，虾米叫做大陆？大陆就是大陆顶头真侪国家叫做大陆。哦，比如讲南美洲大陆啦，北美洲大陆啦，哦，欧洲大陆、澳洲大陆，哦，顶头拢真侪国家，安尼叫做大陆。唔是咱支那人甲恁教的讲，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顶头就是我那真侪国家，爱甲恁骗讲干那一个尔。中国大陆顶头有大理国啊、满洲国啊、东土耳其斯坦啊、吐蕃啊，对不对？这拢国家呢。伊嘛甲恁教这条歌嘛，足好听的，对不对？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高粱肥大豆香，遍地黄金少宰羊。哎呦，给你教得足清楚无？长城的外面是故乡嘛？啊，那你是什么人？对哇，啊，恁足清楚啊！啊，甲恁讲到遮清楚，恁拢袂记的，袂记得恁的故乡是伫个长城外，哦，啊，是安那遍地黄金，因为蒙古人啊、鲜卑人啊、匈奴人啊，因遐哦，每几年啊吼，汉人只要若趁着黄金了，因就去抢一摆啊，对哇？过几年啊，就去抢一摆啊嘛。中正人是骑马啊，西北派啊。所以伊咧抢中原的人足简单诶，所以毋才遍地黄金，对不对？三五年啊，恁种田赚着钱啊，来我着过来抢一摆着好啊。所以吼，蒙古人因是专门咧收割诶啦，因是无咧种田诶呢。蒙古人啊，是羊啊赶较地，食较地，对不对？连江伊着赶来中原，食中原，对，足简单诶。所以吼，苏亚门毋捌咧拍赢。知唔知？虽然门上熬啉，因为伊都唔捌拍赢，所以爱啉奶，对不对？中原人就是安尼。啊，唔过啊，因即嘛虽然门甲中正人已经和解啊呢。恁会记？恁捌看到这条新闻无？黄俊雄前阵仔才讲的啊，伊的叫啊，中正人甲虽然门和解啊，敢那共产党甲国民党啊已经和解啊，对不对？人伊安怎讲？中正人比苏亚门较缘投，因为中正人是苏亚门的小弟，一个无阿流来，中正人较缘投。这清国吼，人因较巧，大清帝国吼也要拜托这个美国的丁伟良啊，甲翻译万国公法，所以大清帝国吼袂灭国，因为安那。要遵守万国公法，爱是即卖是安那无大清帝国，大清帝国叫中华民国继承去，对不对？伊是无别国，伊叫继承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即个中华民国叫啥继承去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伊是继承哦，吼，唔是叫别国去哦，所以要搞清楚啊。唔只系即卖伫北京遐个高官，大家拢嘛讲普通话。伊甲你讲好听，讲普通话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嘞，满洲话嘛，对不对？普通话就是满洲话嘛，北京话嘛。伊若讲河南话，我就要信讲好，伊是汉人咧管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若客家人、客话咧讲，嘛较有可能。那大家拢讲普通话，就是普通人咧讲的话。啊，这个万国公法就定落了吼。因就知影万国公法吼是保护的，有万国公法，你若守万国公法，就袂灭国去。所以大日本帝国敢有灭国？无哦，
大日本帝国即马天皇啊，马帝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一天，美国人甲放出来，伊就复国啊。这就迄阵啊，伊翻译的万国公法吼。啊，万国公法即马已经成做国际法了。法律啊，是咧保护捌法律的，所以吼、哦，汉人、荷兰人、客家人，即马拢已经灭国去啊。因无家己的国家，因拢甲你讲哦，汉人是纯种的，对不对？干么纯？是愚蠢的蠢呐、啊，哦。这是较早吼，汉国吼，甲西楚霸王咧争土地的时阵哦，这西楚霸王有无？咱咧行棋啊，这楚河汉界啊，就是这两国。啊，这两国嘛，才只底啊囝尔。所以汉人吼。那准则讲，伊讲咱台湾人嘛是汉人无？那准则有可能，咱嘛是所西楚的人尔，那有可能汉人？楚国人对吧？这就是较早汉人住的所在，叫做中原啊。啊，中原吼，因四周围啊，拢是蛮人之邦啊，拢番啊，对不对？叫做南蛮啊、北狄啊、东夷、西辽。对吧？这拢地大，人口多，轮流统治中国。安尼汉人还佫有一孙哦，孙伫倒去？中国人都无可能是汉人啊，咱台湾有可能汉人，对吧？其他人早就拢已经是少数民族啊，所有的国家拢围了伊啊。为了四周啊，轮流统治中国，这些人啊，这些拢外国人哦。秦始皇啊，这是东夷人啊。汉高祖啊，这算起来嘛是契丹啊。隋高祖杨坚、李渊啊、成吉思啊、忽必烈、朱元璋、努尔哈赤，这些拢外国人。拢杀人魔王哦，啊！这些拢入侵者呢，拢将中国已经灭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呢？你叫一下，叫伊高祖，叫伊太祖，叫伊世祖，伊甲你灭国啊！你叫伊太祖，爱甲你教啥？教成吉思汗。你要怎样？叶名唔是叫做成吉思汗呢？汉是叫做大王的意思，皇帝的意思。伊真正的名叫做铁木真呢，成吉思汗是大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叫伊成吉思汗，伊甲你灭国去啊！你叫伊成吉思汗，啊，你来怎样？成吉思汗唔啦怕中国呢，伊嘛怕去个欧洲呢？全世界欧洲四十几个国家，拢去予成吉思汗拍来呢。问题是欧洲遐个人敢有讲倒一国是阮元朝？哦，倒一国讲成吉思是阮的太祖，干那支那人上巧，甲阮灭国去啊！阮紧甲叫太祖，将伊的历史倒来阮的历史。哦，安尼阮的历史就愈长啊，就会变五千几年啊。其实中国历史几年？中华民国历史才104年，好不好？103年啦，对不对？哎嘛，为个革命军就开始算啊。较早敢叫做中国，较早做清国啊、民国啊，倒一个做清中国，无嘛？啊，后壁甲你教，讲你是龙的传人。真正是哦，纯种诶！好啊，咱今日哦，时间的关系哦，咱今日讲到这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